每一天牧师跟你做会祈祷。今天是7月31日，诗篇39篇7节安尼讲：主啊，我呾听候什么？我的恩望只在伫你。感谢主，伊真做咱的恩望。三个来祈祷，互我满有恩望的主，我感谢你。你是我所得意的主，因为我的恩望只在伫你。我的拯救，我的恩光，拢在伫上帝。我的快乐的石盘，我的避难的所在，拢在伫上帝。主啊，你爱我无去仰望世间的一切，你爱我无去挖苦人的势力，独独你仰望我，单单地以你，也单单仰望你。因为我的拯救，我的恩光，拢是对你来。因为你是我快乐的石盘，是我的避难的所在。就当我专心追求你的时，就当我单单地你的时，我才能有真正平安和欢喜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求主帮助咱每一天拢单单仰望伊，我可以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